明星动态刘昊然发福了。近日网友拍到刘昊然现身韩寒新片现场，视频中的他模样大变，再也不是那个笑眼弯弯的清瘦小伙，倒像是充气的翻版大白，身材发福臃肿，就连走路都有些费力，发色也改成黄色，整体造型透出土肥圆的既视感，不知是为了剧情需要，还是昊然弟弟最近心宽体胖了呢？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发愁，但也希望只是为了拍新片而刻意增肥的，毕竟大家还期待帅帅的秦风回归第四部，和张子枫展开甜甜的恋爱呢，不知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张子枫的初吻用在下一部唐探里面，昊然了吗？